我要她。啊！我啊，大胆！我也是雍正王妃。就算我如花似玉，你怎么敢？哎呀，钟哥哥，雍正王妃误会了。啊？我要的是绫罗锦。哦，不行，她是本王的义女，即归本王府的私有财产。 岂是说给就能给到？盛长，若是您答应将绫罗锦赐予我，方才的条件我全部答应。如此当真？不行。方才雍正王也说了，绫罗锦与你只是一介医女，那么大个圣经，你连一个医女也给不起吗？她是本王之人，自然由本王决定，轮不到你做主。哎，够了，我是人又不是物品。 你们这样给来给去的，我还有没有人权？第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，失去方向，我不知往哪儿走，那是一切。 终于想起来了，本王想起来了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穿着这身衣服，还逼着本王跟你比瞪眼睛，说了之后，你就溜走了，真是个蠢女人。 你别过来！你哪里像咱向家的千金？做出来的事情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了。本王的王妃是玉儿，你别白费心思了，赶快出去！嗯，你是真的不要我了吗？好吧，那我知道。